市政道路出现面层材料剥落、坑洞、反射裂缝等典型病害，采用维特根集团专业成套设备快速养护，实现精细化施工品质。维特根中型洗刨机洗刨移除主力，作业能力强，轻松应对市政道路面层的快速养护或是大深度挖补坑槽洗刨，比大型洗刨机外形更紧凑，机身重量合理，洗刨经济性更好，洗刨面整体平整度高，为后续摊铺作业打下良好基础。维特根小洗刨机配合中型洗刨机作业，四轮驱动，灵活机动，轻松洗刨边角区域，减少人工作业量，效率更高。标配三档洗刨五转速设定功能，始终处于理想洗刨效率状态，完全满足小型市政快速养护高效作业的需求。破损沥青材料洗刨移除完成后，进行粘层油喷洒作业，其后由福格勒中型摊铺机完成高质量新面层的摊铺任务。采用加长料斗设计，能够由中国市场上所有常见的料车轻松供料，配福格勒液压伸缩时运平板，灵活适应路宽变化，摊铺精准，平整度高。悍马 HD 系列重型双钢轮对新铺沥青面层进行高效压实，轻松适应更短施工窗口期，智能压实操控系统，压实品质更居于稳定。悍马小型组合式压路机完全满足十公分左右的沥青混凝土材料压实需求，同时胶轮揉搓让沥青材料表面更密实，提升表层风水性能，摊铺表面美观度更好。维特根集团道路快速养护方案，实力全市智能绿色高效的路面工艺。